点击上帝之柱会获得投掷道具，投掷到凡间生成灾难生物。嗯，这边有一排，这边还有一排，这灾难也太多了吧。那一会儿可以和下面的伙伴好好的玩一玩了。先来拿一点火灾，让我看看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居然还敢在外面溜达，让你们尝尝火灾的厉害。伙伴哪里跑，看我把你们的屁股都给烧烂。嘿嘿，被火烧的滋味还不错吧。伙伴居然还说打不到他真好。你这是在挑衅我吗？别嘚瑟，躲屋里面也没用。哎，啥情况，这火怎么烧不到房子里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再接着拿点陨石，不相信还炸不到你们。下面的伙伴居然还敢出来活动，这完全不把我这当上帝的放在眼里呀。这房子都是什么材质做的，为啥连陨石也破坏不了？难道是人类的避难所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往里面放水，把你们全部都给淹死，看你们怎么还在里面躲。嘿嘿，你们在里面现在可还好？打不到，人类在下面这么嚣张的吗？看来不给你们再来点厉害的是不行了。嗯，来来来，这次再请你们洗个岩浆澡，让你们体验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哎呀，还往水里面跑，跑到哪里都没用，看我岩浆的厉害，怎么样，刺激吧？不好，一不小心让这伙伴给上来了，想上来当上帝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给我下去吧。为了防止你们在下面寂寞，再放点怪物陪陪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感谢我。哎呀，伙伴居然在下面大白天的睡大觉。达尼，这些怪物好像不会攻击他。哼，先让你嚣张一会儿，这边还有好多灾难没尝试呢，让我试下这个地震威力怎么样。哎，好像没啥反应啊，算了，还是直接用火灾吧。哎，什么情况，这火灾也烧不到他。哎呀，居然比猪还能睡，赶快起床，马上火就烧到屁股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，看我使出我的杀手锏。怎么样，被陨石给炸醒了吧？再接着嚣张啊，接着嘚瑟啊，我这上帝可不是摆设，你们谁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让我下去看看下面的伙伴被坑得怎么样了。嘿嘿，基本上已经被坑得七荤八素了，这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想跑？快看，你的身后又着火了。好吧好吧，不坑你们了，不然一会儿又该群殴我了。